家好，欢迎来到小蜗牛带囧途，我是岛主。今天看我穿的衣服不太一样是吧？那是因为今天我要开箱的是一个大家伙，具体是什么呢？希望能配得上我这套衣服。好，现在开始开箱。重哎，这是什么装备啊？两件儿，嘣嘣！我的去！我知道这东西怎么装，是我的衣服，这么多，说不去。谁能告诉我这一堆东西怎么能把它拼出来？哎，太有难度了。OK， 经过半个小时的拼装，终于搞定了。这个呢，就是在网上偶然看到了一个叫水鸟，类似于水上自行车，就是脚踩在这里，然后踏在这里，啊，据说最高时速能达到每小时30公里，在水面滑行，完全不用就是其他动力的，就靠人力的，踩在这上面一跳一跳就可以了。所以呢，很好奇买了一个，因为今年最大的任务就是减肥啊。那靠了它，今年我能不能把体重减下去？哇，多凉的，好凉啊！哪里凉了？好凉啊！大伯说不凉，但是我觉得感觉刚下去的时候好凉啊。你问他凉吗？哇，你问他凉吗？哇，真的。选的不太好，因为水往这边走，我就是逆流，逆流我感觉会沉下去。啊，想不想怎么想都沉下去？不会沉下去，我这一下这个下不会沉下去。哦哦哦！
一个下午的测试，然后也不知道失败了多少次了，总之没有成功过。这个花了1600大洋买回来的，据说水上时速可以每小时30公里的，但是我最远划出去了1.5米，这是我今天的最长的距离了，真的挺难的。然后现在呢，向各位小伙伴求助，谁有这个水鸟的详细教程，私信发我一次啊！不会放弃，继续努力学习，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学会。今年的减肥就靠它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拜拜。